民国111年元旦升旗时，全体肃立。我们从昨天晚上2021的最后一天的热闹到今天早上，我看到大家都非常精神抖擞哦。再来，包括昨天晚上的活动，以及包括今天早上的大家是我们这个东营国中小学生的表演，以及我们东营指挥部的战鼓表演啊，更显现出我们这个东营岛上居民一家的这个象征。你看，所有活动跟军人跟百姓都切割不了关系。然后在新的一年，德健也代表我们所有东营乡的团队，敬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谢谢。刚好这样走过去，拍完一三场就不错。